虽然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大一压着我们这个谷底啊。有什么？无力声。其实真的，无力声。我放屁呀！我把它吵。那怎么还是没有变出来？刚刚说什么？足球也输意大利，啊，赛车也输意大利。对啊，那法拉利是意大利的。那今天穿什么新衣服啊？这是秋分阿姨送的，一整套的啊。现在穿的这个白色，这小不用穿白色。耶，别别别！这是什么衣服啊？都没有图案呢。啊，吊带裤才有图案啊，这是内衣啊。那吊带裤在哪里啊？吊带裤很可爱。哦 ，baby 呢 ？baby boy 啊，他怎么买一个 boy 的衣服？嗯，怎么办？他英文不好了，买错了。就是好看的，然后厚的就干嘛？爸爸赶快去洗啊，叫妈妈才可以洗啊。你会那么乖哦，这么快洗啊？看电视啊。哎，你怎么没点？哎呦，喷出来了，喷口水啦。妹妹，你口水好多，要准备五条毛巾才够擦。那以前没有啊。衣服好像太高了。我这个更好，这件好像不错。他以前没口水的、啊。衣服好高啊、哦！现在衣服都穿到了。这什么牌啊？喜哥的啊。喜哥应该不错啊。哎，大便是不是？无而已啊。爸爸，爸爸好期待啊，上厕所。好啦，好啦。摆着就可以啦。吃饱了没啊？这个有没有吃饱？看这个小男生，哇，怎么样？金博宇，爸爸在这边耶。妈妈走了。啊，怎样啊？哦，妹妹要穿这个可笑的短裤哦。
鱼眉毛怎么红红的？今天搓了一整天哦。想要抹肚子是不是？好啊！哇，你的小手被爸爸抓住了，你还在帮你套手套哦。你的手好小哦。啊，怎样啊？在call我啊？里面你在call我吗？啊，里面有在call我哎。哦，怎样啊？怎样？哦 ，Hello， 哦，哦，不能吃拳头。啊，哦，又在补呢。怎么一直放空包蛋？这次很长哦，感觉好像是便便哦。不会呢，爸爸不会帮他擦。嗯。哇哇哇，你在自转哦，金博宇。哎呦，你怎么头也抬过去看电视啊？要跟妈妈拜拜哦。还要真的掉下去？掉到哪？那为什么要掉？我也好会抬头，怎么这么厉害呀、啊？因为。哎呀，金博宇没有穿裤裤呢。金博宇，好久睡觉，就是不睡觉，你在睡着，睡着了下床。我什么时候下床？没有啊。可以感受到我妈带他的辛苦了。还好。不睡很好啊，你等下动啊。真的吗？翻得过去了吗？我还看到有人三个月在那边游泳，要不要游泳啊？